又胳膊痛了，又胳膊痛了，我又看到那个川普演讲了啊，这个演讲的杀伤力太大了啊，演讲的杀伤力太大了，左派，现在就是他们用个蠢招啊，用个蠢招就要把川普关起来，把他围起来，在法庭里边，让他出去没办法出去演讲，嘛。因为他出去演讲，他人山人海，把民主党丑陋的事情都呈现出来了，都呈现出来了，都呈现出来了，现在，民生不疼了，民生不疼了，民生不疼了，民怨都爆发出来了，民怨都爆发出来了，现在民主党都不知道，该怎么正常，干了。坏事太多以后，已经好像已经，到了无法收场的程度了。到了已经无法收场的程度了。到了已经无法收场的程度。然后我看到那个，川普总统现在在哪里集会啊？边境看就跟到哪里，外星就跟到哪里。基本上就这个样子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。